现在的位置在 Sparkling Hill，叫闪耀之丘啊，就是以这个为诉求。这种水晶亮晶晶的，像这个，这面向一个湖边，这其实就是一个度假的地点吧。这个湖叫卡拉玛卡，印第安原住民的意思就是变色的湖，这个意思。特别中午阳光强烈照射的时候啊，这个湖这个颜色呈现这个有层次感的绿色、浅绿色、宝蓝色等等。